台南鸡肉赞不赞？赞！为家乡推广国产鸡肉，特别是上优质的台南鸡肉，农业局辅导台南市饲鸡协会，十月二日伫个满岛詹文龙宫办理做伙来吃国产鸡肉飨宴活动，预计设开100桌。自十月初到上午8点开放订购，到十月二日下晡5点，每桌4000元，每桌费用将会提拨5%关庆家庭辅助基金会。台南市长温伟德邀请大家赶紧到店来吃台南鸡肉好料理，做伙做公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台南市是这个全国生产鸡肉是养的只数是第4大。但是产值是第3大，那可以知道，可见我们的台南的鸡肉单价都比较高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很多好吃的料理都跟鸡肉相关。我们今天也要预告，我们接下来办鸡肉大餐大宴席，总共席开100到120桌，每桌才4000块，可以享受到满桌的佳肴，而且呢还捐出5%，一桌捐200做公益，来给我们的家福中心。所以欢迎大家来做爱心，来做公益，来吃好吃的鸡肉。我们不仅要这个捍卫我们卤肉饭，我们更要捍卫我们的鸡肉饭。台南肉鸡饲的数量甲屠宰量是全国第4，是提供全国鸡肉所需要的重要生产地。黄市长讲，甲进口鸡肉运输常常是以冷冻的方式维持品质，国产鸡肉在地生产比较较新鲜，又搁安全的优势，达到民众多多购买。而我们这次推出的10道菜，也都是我们本身配合我们台南的农特产。有16号月光米，还有我们那个下影的黑豆、桑葚，好，还有我们本身那个土鸡，还有那个土鸡蛋，然后融合在一起，做一次不同的跳脱的料理，这样子，也感谢，也欢迎大家一同国历的10月26日在曾文龙宫风雨球场预习开桌。预习席开100桌，欢迎大家共同来品尝。这样。